缘由，为什么有这个布袋戏？好，好，这个圣诞经我等一下会一一的介绍哈。我们布袋戏的缘由就是从这个明末清初啊，有一个秀才叫做梁炳麟，哦，一介梁炳麟介书生啊，要上京赴考，啊，半路拄到一个相命的，啊，迄个相命的，伊就叫相命讲，我即马要来京城考驾，哦，我的这个功名会安怎？伊来讲一人之上，万人之下，哦，啊，这个梁书生就真欢喜，哦，啊，就去考驾，哦，啊，尾下去考驾。无条进士，后尾也要阁转来泉州。即，這个梁炳麟，即个是泉州人。啊，路要转来的时阵，伊就是讲无盘费，啊，就住在公馆，啊，阁用即个木偶，生旦净末丑，啊，来讲予即个观众听，啊，来收钱做入会，啊，入会，行到遐，我拄着迄个相命。伊就去问迄个相命讲：“哦，你讲我一人之上，万人之下，我来做大官，我就无做大官，我就落榜啊！”伊讲：“你即马咧创啥？”伊讲：“我即马咧台顶吼，讲国王听，哦，惊人听无，佮用这個木头刻生旦净末丑，哦，解说予大家听，哦，扣钱，哦，要转去泉州。”伊讲：“你后摆的即个功名就是功名在掌中啊！”哦，一人之上，万人之下，你后摆你就做鱼为生。后壁啊，即个书生转去泉州了后，就开始做鱼，在庙会做鱼。所以，咱即个布袋戏上早就是连明末清初即个书生发明即个布袋戏。啊，阮明史实啊，是伫个清朝光绪年间，阮阿祖坐渔船。早这戏行啊来咱台湾表演，啊，传阿阮老爸叫做林天顺，伊是民国79年的这個国家新传奖，啊，阮的剧团啊拢有去咧文化迄落中心啦，啊，甲这个各大院校表演去，啊，甲阮兄弟三兄弟，所以阮伫台湾表演这布袋戏，表演差不多100多年啦，好，100多年，哦，这布袋戏吼，这个生旦净。